去了，莫非要相去不相？对呀，百灵，我这是一名糊涂人家，怎么会来冒犯于你？会是要来相亲啊？为什么相亲？为何当作本官去了？为了找君，千里路途往新疆城里来，但是如今茫茫人海当中，找无我君相识。帮你带来娘的跟我斗相吧。哦，为我找出你的红腮。好，本官协助你，你红腮叫何明星？名唤定秋意。今朝本官为何不敢转脸？秋家莫转，不力转脸来相待你。用大力给到哪里呀？带马回家。父官，好嘞。父官，父官。
哪里是你听清楚？
但你良心比够不少，我看你是你今天是你搞你开了，既然如此的胆量来到京城，如今离开，真是好险！好险君子无在现场，那么穷家我爱你啊，为难呐！滚吧，滚吧，滚吧！滚出娘娘，你滚吧！你在哭中啊？是呀、啊。为何风采听见夫弟用吵吵闹闹，什么代志发生呢？本主娘娘，你有所不知，风采来了一只风烟婆，伊伫咧告诉伊红婿，我向伊提说，这是滚马虎，伊是变番人，会当来加闹，所以伊便将伊赶离开了。但是为何？本君子方才听见你口中那位洪伯祖所说，福将龙虎失汉，公公，伊是在讲你吗？当然嘛，不是在讲我，我在讲，伊为着因翁婿的代志，伊是口口声声在咧骂伊的翁啊。原来是安尼啊。可能是本君子道路咯，君妈爷，今天本君子向你祈祷，那是确实那名洪伯祖口中的福星龙，不是你就别吧，那是福星龙要是是你是啊。洪金瑞哥，手段如何，你也是知影，你是贪将本君子欺骗。今晚跟人打插袂台，是袂当跟人讲价暗算，滚出！要是你